很有天分呢，真的。他那个龙是因为他想到龙年，当时哎，对对对，我怎么没有想到？好，待会来画。因为他属龙啊，他就马上在那个。谁属龙的？小姐来看一下我这里吧。谢谢谢谢谢谢，你看啊，那画得很漂亮。我来看，我来照。元宵节快乐！元宵节快乐！我来照一下你画的这个。好，今天是。好 ，OK。谢谢咖啡。那个 Holly 好，拜拜，谢谢你的咖啡。这。Holly， 我们以前是同事。哦。这么有缘哦。二三十年。啊，我是他三友啦。三友，了解了解了解，谢谢，好，拜拜。哇，这里在迪化街这里。这里我来照一下这个路牌哈，刚才就知道这里是哪。迪化街一段，然后今天是那个西元2024年的2月25号。有两位画家在这里画，对，画这边的哦，你们是画这个滋养那个，了解了解。哦，恁两个是一组就对了。没有，我们两个吼怕人家吵，躲在这里，前面还有更优秀的。哦，我们是从优秀的那边过来的，来看更优秀的，对啊，哎，好，谢谢谢谢，谢谢。您贵姓啊？我姓张。哦，张小姐啊，另外一位是郑小姐跟张小姐。是。厉害厉害厉害。啊，我是汤先生啦。元宵节快乐。好，元宵节快乐，好，拜拜拜拜。因为我太太会，他们会画，他们来这边看，我要陪他们来。太太也在画就是。可是他们不敢在这种场合不敢出来画，所以。没关系啦，就。口罩戴起来。对。